天哪，好好听、哦！原来大招在这里啦，哦、对不对？好，嘿呀、啊，平燕介绍一下你的朋友们好吗？好，这位是佑璇姐姐，吴佑璇，对。然后这个是靖宇，张靖宇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宇珍，林宇珍，对。然后后面这位是那个学长。松伟，松伟哥有来过的，对，松伟哥啦，松伟好久不见你，松伟哥啦，学长，哥，然后这个是玉腾哥，对，玉腾哥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佩奇姐，佩奇，对，佩奇姐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佩奇当年来的话，来，拍手，嘿，讲，恭贺威，感谢你的婆啊，先和你金明在宝马大厅，和你年年春，年年补，年年去老厝。一日好，两日好，年年交财有进宝。哇！今天我好搞够的，你看。你刚刚有四回呢。哎呦！现在几岁了？现在十三。十三岁。等一下，我记得说小时候要嫁给我的是佩奇吗？是佩奇吗？现在又可以嫁啦、啊。现在他的答案会不一样。这么久的时间过去了，你有改变过你的想法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太会做人了吧！我输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怕自己请我的狗。我靠，佩奇干得好，就该笑他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我输了，我输了，过来，太可爱了，哎、欸，很感动哎，而且他刚才唱那首歌真的好完美哦。对，哎、欸，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做这样子的练习吗？其实昨天彩排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合体哦，一起合体，对。哇，这可以这么有默契啊，大家的程度都在那里啊。对啊。哦、欸 oh, 对对对，这关你当恭喜平燕七打一耶，对啊，那我很可怜没有、啊啊啊啊啊啊，由此可见哦，你看梅君老师的确是给我们的平燕带来很大的压力，是对对对，一定是放大招了啊。好了，我们来请老师做讲评，雅文老师请讲评。平燕呢出了大招，找了这么多的小朋友，这么多的孩子，然后一起的站枪。我觉得平燕你今天呢，我觉得你对战了姐姐的一场比赛，然后用美声来对战有个性的歌声，因为梅君姐姐她是
有个性的歌声，你来对战他，然后可是你让我感受到的是，平燕，你这对是有感情的，有感动的，然后那个感情又是能够喜欢到那么多年了、啊，还那么喜欢志豪哥哥的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然后可见你们歌声当中的感情是真的，所以我觉得平燕你们这一对真的让我很感动。你要知道，人生的过程起起伏伏的过程，现在是你最美好的过程，你要感谢你所有的朋友 ，OK， 加油。